张盛闻，你最近睡得着吗？你不要以为跑两步路就可以瞒天过海哦！就算你跑到冥王星，中华小弟那7.7亿亩的地也不会回来了。现在你跟我们解释一下，那中华小弟怎么能够从10.7亿亩变成3亿亩呢？我现在就挑战你，2月4号下午3点在莲花院辩论。地点你定，不要讲我欺负你，一里路都走不好，待会儿说你迷路了。不要以为啊，立春跑步啊就变成有种哦，副部长，你有种吗？记得啊，2月4号辩论，记得带你的蛋来立立。立春啊，哦，现在很忙啊，屋里咁大汗哦。立春跑步会变有种的咩？新年啫，都唔使混吉嘅。